事故车辆横平占据了两个车道，造成后方车辆受阻，无法通行。民警遂不等待，拖吊车前来，与一名路过的热心大货车司机联手将事故车辆推至路旁，才快速恢复了交通。芦竹分局呼吁，驾车上路前请养足精神，驾驶过程中若感疲惫，即立即停车休息，切勿冒险上路，以免发生意外。